好，部长，我们针对说那个中共有三艘海警船传出上个月27号说要闯入我们东部的这个海域，甚至是24海里的临街区。那当时好像没有海巡的舰艇能因，我方是派出飞弹巡防舰去监控，好像要打破那种海巡管海警，然后我方的国防部管对方军舰的一个模式。想请教一下部长，有掌握到这状况吗？对，我们这巡视有年了，通常我们在海峡也好，东岸，我们都有固定的船舰在那边巡弋嘛。啊，那有碰到这些状况以后，就跟空军一样，在航机，那我们在航舰也要在处理嘛。啊，但并没有想到所谓的什么跨越啦干嘛，到目前为止都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征询，是吧？我想也不帮任何人讲话，就事论事，实际啊，我们没有接到这个状况。那国军现在增加这个实弹射击的发数跟那个频率啊，就是下个月就还有这个飞弹的射击，那是在因应一些两岸紧张情势。的确啊，我们的国军训练也好，建军也好，都因应敌情嘛。啊，有什么样敌情，我们要拿来强化，这是一定要考虑的。这第一个原因啊，因为敌情变化嘛。第二个，就我们本身战训本务是我们的本务工作，就是训练。但以往的飞弹为什么只有每一年在集中在某个时间来打？因为那时候考量到不要扰民，空域管制影响到最低。但目前我们也发觉，想说很多这个弹药有很多场地可以用的，跟我们平常的训练可以完全结合在一道的，所以我们把它给没有扩及，原本就有这个场地，只是当初为了刚刚讲的原因啊，没有这样普遍来用。那现在一方面敌情的变化，一方面训练的强化，我们就变成比较频次会比较多，但不会溢出这个范围以外。年度它有一个规定吧，要打多少弹药等等都有规范的，我们把它给平均分到平常去执行。部长，不好意思，想问一下有关这个周刊爆料，就是这个谢晋华的这个争议啦。听说这个马伟妹是这个国防，就是军官这边的人，然后还用假名写了一份声援书。目前这个国安局是说没有包庇，但国防部这边有针对这个女官进行惩处。我们并没有什么包庇的问题，我们也同样没有包庇啊。这件事情其实发生以后，对于个人、对他家庭啊，都是蛮大一个灼伤的。所以我们有出面调查啊，出去了解，但没有好像讲说要透过什么管道要发布啊什么的。我们看他假如说有被怎么样欺侮的话，那我们当然帮他发声。但到目前为止，要一些运作都还算正常，所以我们也很希望照顾官兵的这个立场啊，来帮他解决。如果说他觉得哪边有委屈的话，我也帮他来处理。可是目前没有传出他也是已婚，那这样子会不会有伤害到？所以我刚才讲说，对不对？他不光是国军形象了，对他家庭、对他个人都是一个灼伤。对，我们没有再加油添醋啊，但是完全站在一个讲说，你既然发生这个问题，就妥为处理。家庭的问题，你要真的要好好考虑。目前朝这一方面去走的，没有。他就被点名说520可能不留任，说您不符合美方对于两岸战争的思维。我不符合的很多啊，也不符合你们的期望啊，是吧？这个特任官没有什么自己的选择的，好，谢谢。就做一天就要好好做一天嘛，好吧？现在两岸的敌意全身高，有学者担心说，若中共动武，他也不意外。那您会不会担心？我怎么不担忧呢？我这么多年来，对，我担忧就是这个啊。所以我们希望讲说避免战争，对不对？不要挑起嘛。所以我们最近从来没有挑衅嘛。但是你怎么样以平和的方法来处理的话，那不光是单方面由军方来做决定的，不管政治啊或其他这个外交等等，我们讲说军事的政治的延长嘛，甚至还有很多作为。军事不宜做贸然的一个造型。好，谢谢各位。因为那个有关这个陆船事件啊，这个人家说雷达航迹图，希望可以快点公布，也还我方一个清白。那有可能提早，就因为我知道现在已经交给检方了，那国防部这边有可能让雷达航迹图公诸于世吗？没有这样的这个案子是目前海巡署在那边处理，而且不管是对应还有答复，我昨天我也看了，他们都就事前的一个发生还有什么处理，都做表达了。我们军中不要再说是再介入什么的，好不好？就大家很平和的把它落幕。好，谢谢。施压女上校吗？因为在影片中他看起来是很抗拒的，那有没有可能国安局施压他，导致他写出一些？没有，我还不知道这件事，但我知道讲我们国防部对同仁照顾是一定要。
做的，好不好？大家都很辛苦。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有，谢谢。不符合各位地方。谢谢。好吧，谢谢你们，谢谢部长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。睡得好，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